哦，但还可以用，但还可以就用。有点危险。这个是 lipo 吧？三，他没写。啊，这是怎样？会爆炸？这个是什么？放着是不会爆炸，但是充电就要注意，真的就假的？会危险。充电的时候，会怎对，样？会烧起来啊。对，要注意，如果老电池就要注意。靠背，那 是这样子。干嘛的？都已经那个了，都给你的，太久没用。还要出来清一下。啊，你会架吗？你会调配重吗？我都调 Ronin 的，它应该都大同小异。我这个哈、哦，它有那个教学手册，再传给你看，中文有中文也有英文，大同小异嘛，你对要啊，都调那大同个，小异对啊，啊，调，就是都是三轴调完就可以用。对啊，